本期话题：吃李子有什么好处？黄世静，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。你这水果的一些贡献，神经止咳的这个共性作用。那另外呢，我们讲促进消化，李子呢是促进消化。另外，李子这个通利作用是比较强的。另外呢，它还有就是清肝，那么就是说清肝呢、明目啊。这个作用，那么就是说促进肝的代谢，那么有利于的胆汁排泄，这些都是它的一些有利作用。另外呢，李子具有化痰，就是说它化痰润肺，那么就是说对于肺热咳嗽啊，这些都可以适当的使用一些李子也是非常好的。另外呢，因为它李子它具有通过滑肠健脾，它具有降脂，那么减肥，那么同时呢，就用个降脂减肥，一定程度上就能够达到美容养颜的一些效果，所以呢，还是鼓励，就是说体质，比如说痰湿比较重啦、或者是血脂比较多、肥胖的体质的人，可以适当使用一些提子，对于瘦身呐、养颜呐，这还是非常有利的。